佛学的基础是因果论。那么什么啊？是什么在轮回？是我吗？成佛也是我吗？如果确实有这个我在，这个我是物质还是精神？如果如是我成佛，是不是佛也没有脱掉我？如不是我成佛，那又如何建立个人修行的信心？他问的话没有错啊，佛法里面说我啊，谁成佛了？我成佛了啊，谁修行呢？我修行。佛在经论上跟我们讲的我，绝不是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，身体是个假我，它成不了佛啊。这个东西是个物质，物质决定是有生有灭。这个身体终归要归于消失的，不但身体不能永恒存在，就是这个地球、太阳系都不能永恒存在。现代的科学家告诉我们，银河系它也不能永远存在，都是在刹那转变。那么我到底在哪里呢？你要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，你去读楞严经。佛在楞严经上有非常精彩的说明啊，你可以在这个经上开智慧。什么时候你找到真正我呢？佛告诉我们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断，无明破一品了，那个我啊，你就找到了。这是佛家常讲啊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那就是你真正的自己。成佛是他，现在做人也是他，造作罪业堕三恶道还是他。这个六道轮回呀，就是他了。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的现象？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这是造的善不善业。所以才有六道轮回的现象。脱离十法界了。你证得一真法界了，这个里面有法身、般若、解脱，这叫三德了，自信的三德。三德各有常乐我净，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把我找到了。